是燕。你看这个，我还要说什么吗？不就是一夹就掉下来了吗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但是我不想要马上夹它，我想要夹住它，把它留下来，剑双雕 ，yes， 完美的计划，开始吧。像这种完美的进化，大概是我想出来的。不是用膝盖想就想得出来。喂，收爪！哎，是我，是秒速到了吗？那他直接收爪，哎，这是陷阱。可是秒速到了，他应该会下去吧？不知道是谁，你再按一次看看吧。快了，这个是陷阱哎，这是不是该报警检举他？哪有人这样子的？难怪会犯个。你这太扯了，这个，哦，小朋友不要学这个哦，这种按下去就自动给你在空中缩转，这个不可以哦。陷阱了，就是陷阱翻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就给我一个赞，想持续看我的影片的话就按这边订阅我哦，这边是我的推荐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